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决胜时刻：无尽战争》。西瓜。一边在逃走，看不到敌人子弹来的方向。啊，这个啊，躲在那边，装子弹，用手榴弹，去吧！怎么说？还好有这个手榴弹。自己丢的，我以为是他丢的。我的追踪者已经用光光了，弹药不足。他帮我杀一些，哇，能量枪好酷哦！它是用比较高的能量来射狙击，然后用比较低的能量来连发。它会有这个子弹数的差别吧？在哪啊？反应就是历史了。幸好我住家 Party Park， 那是什么啊？痛！完了，我得换一把枪。什么烂枪？枪影，刚
什么事？哦，这三发点放了、哦。小天没看动物朋友吗？我还没有整个看，我现在都只有人家推了看了片段片段，所以我只知道一些梗，并没有完全了解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往前啊。去吧，只能这样。我得适应这把枪，啊！超近距战不用这把枪，快狙击！我是觉得应该很好看啊，所以我还蛮期待之后要看的。我目前正在看别的。你很会挑时机耶。弹药。我把这一把枪换回来好了，我还蛮喜欢刚刚那把的。在哪里？补弹，补弹，通通补满。这我现在应该要继续走吗？这边吗？没有啊，我觉得这边是我刚刚过来的啊，我跳到对面了嘛。啊，在那边啦。按下缩放镜头。痛痛的，啊！我在看第五轮，第五轮。这么好看哦，我看到看第五轮，哪里哪里？
一个。装弹，我正在装弹。好险！真的那么好看？我只听说他最近很火红，在演什么？放空很好看，这样子啊。我觉得我看到片段看起来像是给小孩子看的，应该就是吧，我也这么感觉。我就是一种莫名的吸引力，好朋友，哦，没有熊。有熊，有熊，熊要看了。哦，痛痛！飞弹发射器。觉得比起火箭筒散弹可能还是稍微实用一点点。补充弹药，是走这边吗？你说这个小小小的直升机吗？我就啊，我刚刚枪嘞，不小心把它换掉了，我的枪嘞，哎 ，no， 我的枪不见了。给小孩子看的，四十岁大叔，意外被受到大叔们的欢迎。可能大叔生活压力大，也需要好朋友治愈一下。啊！我看到他了，我看到他跑了。喜欢的话，拜托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订阅青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
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